二六一，我是 Betty， 我是雨婷，我是 William， 他们是我们这次的签友们。嗨、yeah! ，我们现在在上帝的水族箱柏流， yeah! 我们准备出船哦、yeah! ，Let's go！仙女教练，牛奶壶臭吗？还没那么臭，我觉得没有到第一，没有到阳明山那么臭。哈、啊，阳明山比较臭是吧？那你觉得你现在皮肤有变好吗？也是刚好敷过面膜，那个火山泥面膜。看到了什么？这个就是柏流的侧潜，还有黑武士，黑武士。觉得这个便当很健康哎、欸，对啊，在柏流可以吃到这么多菜，你要感到幸福。还有你看，而且我们还有小
丰盛，吃饱要去前最后一只了。对，我们等一下要去哪？我们等一下要去龟冢。龟冢？那你对于上一只的感想怎么样？满分十分，给他几分？100分。我们今天看到了，看到什么？还有什么？我们现在在 Jabo 吃晚餐，来 Jabo 必点的就是这个，这个好吃吗？好吃。是 fish and finger， 一定要点哦。然后有很多鱼没有吗？我们今天是选那个 marine。哎，那你们的 barracuda 好吃吗？也好吃。Tsunami hamburger。真的 tsunami. So this is mean when eating will be very messy. But it's good. 还有 burrito， 罗宇婷试吃一下，请奖品。不要讲话吗？干杯！干杯 ！Again。嗯。这个麦味比较重。好像是哦，这个比较甜一点，对不对？对。我喜欢这个，来柏流要买这个红公鸡，还有这个太平洋限定的 Pacific Blue。好了，好，我们今天晚上要结束在这里了，各位大家晚安。早安，各位同学，早安。大家都检查完装备了吗？正在检查。正在检查。今天是第二天，我们要再去找一次 Nana。海豚出现，海豚刚刚，农民，Thank you.
们现在在哪一个岛？我们在，你往后拍，往后拍。嗯，是这样发音吗？欧玛康啦，欧玛康，是岛的意思。本日午餐，茄子，茄子，大家都喜欢吃茄子吗？喜欢，他们家茄子蛮好吃的。大家好像有饿到哎、欸。晚餐咯，这一桌是痛风餐吗？双龙双蟹是吗？这个是红树林蟹哦，是在帛琉的特有的螃蟹，然后它就是很大只。好安静哦，大家很认真的赖在那个盛那个，吃那个螃蟹，很忙。李永坤，你是剥虾达人呢、欸？这是剥蟹达人。吃饱饭后促进帛琉的观光，记得带一些伴手礼哦。嗯、看一些 Made in Palau 的东西吗？没错，没错。有益身体健康，神的果实。神的果实，来 Overdrive 必买是吗？没错。要大口才有味道。哦，这什么东西？哦，好难喝哦。就是可能会一直抱着挖屎。哇！哇！Are you in Japan now？ 不是的。You are in Okinawa？ 我觉得我在 Palau。你觉得你在 Palau？ 对啊，我在那里。You turn to here, become America. USA。在帛琉，你想要吃到新鲜的水果，不可能；新鲜的菜，不可能，全部都是进口的。那当地有种一些？而且台湾，台湾有这个吗？黄色的只要台湾的柑橘吗？台湾的。然后在帛琉的超市啊，就有一些特价品，在台湾应该是那种过期品，对不对？在这里直接卖过期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效日期，2024年1月17日。请问今天是几月几号？1月22日。So that is why it's cheaper now. Okay.
我跟你说，跟巴西一样。巴西也有，巴西巴西。对啊。